后打开了，它真的是一条出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现在在这个 Yodobashi Kyoto， 是京都的 Yodobashi。 那听说这边是有上百台的这种扭蛋机啊，那因为非常丰富，然后而且琳琅满目，我真的看不完。那我们今天要来扭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东西。那我们等一下，我已经大概知道在哪里了，所以大家请跟着我走。那我们现在来看这边扭蛋机到底有多少台啊，真是太可怕了。好，走。那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，我这边都是扭蛋机哦。然后其实从这边开始看啊，这边有很多很多的包含什么像这是什么啊，这算肌肉人吧。然后有一些很特别的，像这个蛇口就是水龙头啦。然后到这里，我们来看这里有这个有点，我本来想来扭这个啦，可是现在想说我找到另一个更特别的，这个有空再玩好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去找那个比较特别的东西。好，你可以看到这边都是扭蛋，非常特别。然后这边有妖怪手表，现在可以看一下哦。好，那继续。好，那跟着我走。好，那我刚才就是在这一排，你看有没有看到非常非常多的一个扭蛋，等于扭蛋街啊，比我们的台北地下街还可怕、啊。好，那我刚才有看到一个非常特别的机台哦，那我们就直接走。我找一下哦，等一下。好，看到了，就是这个就是给宝特瓶穿的内裤，它不是原味内裤，它是给宝特瓶穿的内裤。那我们现在就来扭扭看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鬼啊？好，那拿出我的零钱包，全身上下都是只剩零钱了。然后这一个是200块哦，那我们用200块，200块日币。好，那我们投进去，好，来扭扭看，它是给宝特瓶穿的内裤。好，那我们看这总共有6种，那我们看我们会得到哪一种？有这个什么这个樱桃的，然后这还有这个什么豹纹嘛，还是虎纹嘛，然后我非常蛮特别，然后是给宝特瓶穿的，看一下这个。好，我们现在看一扭，我钱已经投进去了，好，出来了。好，我们直接来看它长什么样子哦。那我等我放钱包一下，等一下。好，那这个扭蛋长这样，然后我们把它打开，我好像拿到一个蛮特别的东西。要不要打开？先猜一下，这不好猜。把扭开。那扭蛋的日文叫做“嘎恰嘎恰”。好，这有个胶带啦，这比较难开一点。好，打开了，它真的是一条内裤哎！有没有看到？真的是一条内裤，真的是一条内裤，非常特别的一个东西，非常特别，它是给宝特瓶穿的哦。非常特别哦！闻一下，停一下，停一下，没有味道，没有味道，因为这不是原味内裤啊，这是宝特瓶穿的。好，那扭蛋的部分哦，这个扭蛋内裤开箱在这边结束喽。好 ，OK， 各位，拜拜。